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在一片和谐的环境中，我们看到一只油猪突然倒地，原本平静的画面一阵慌乱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油猪突然死亡了呢？当摄影师将镜头放慢10倍，才终于看清真凶，原来是一匹斑马干的。只见他对准油猪的头猛地一踢，而就是这一脚让油猪当场死亡。估计斑马也没有想到油猪如此脆弱。无独有偶，小马正在安静的吃食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。小马突然倒地身亡，将镜头放慢6倍，发现原来一旁的斑马不乐意，便甩起飞毛腿一脚干倒小马。没想到只是想尝尝草的味道就被送上了7天，所以可千万别小瞧了斑马的飞毛腿，不知道有多少动物都惨败在斑马强有力的腿下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关注。